我们同在一起过着超能的生活。你的造型真的是大师等级，这个波浪的弧度让我想起温柔拍打着天堂岛沙滩的微光浪花，是吧？宝拉总是能带给人惊喜。哦，嘿，卡拉，嘿，姐妹们，在干嘛呢？我们刚才请丽的造型师进行发型大改造，她是个天才艺术家。卡拉，知道吗？你的造型看起来有点过时，也许你可以让宝拉好好整理一下。我不懂，但是我爱我的造型。你的头发一定要接受宝拉温柔的洗礼，它真的超红的，是超火。来吧，卡拉，快进去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你。需要什么帮忙？好，我想我可能需要弄一下头发之类的吧。不用说，你来对地方了。身为本店今天最后的客人，你能享有额外特别服务。来吧，现在我们要除旧布新，然后再让你焕然一新。你说的那个新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？别说话，放轻松，闭上眼睛。才不要，我不会让你碰我的头发。现在就来大翻修。他用的到底是什么发胶啊？我们是不是该进去看看？放心吧，让宝拉施展她的魔法。将会是我此生最伟大的杰作。哦，天哪，卡拉，你还好吗？好了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很好，看起来很不错。我俩，你说的对，我真的需要换个新造型。休息中。